大家好，我是李梦圆。这次比赛可以拿到奥运2024巴黎奥运的铜牌，真的要感谢非常多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梦圆。这次比赛可以拿到奥运2024巴黎奥运的铜牌，真的要感谢非常多人。路上真的是，因为我是属于平常家庭。普通家庭，然后真的要打得起这个运动的话，真的是一路上靠很多人的帮助。然后当然进入国家队之后，我就最感谢的就是国训中心以及体育处，对啊，还有我们的摄影协会理事长，对，他真的是很照顾我们，对啊。然后我要感谢我爸爸，他真的很辛苦啊，来到这里从头到尾跟我跑前跑后的，对啊。谢谢。